正前方机车闯红灯，高速狂飙，听到警笛声拒绝拦查，沿路冲冲冲。机车继续用力催油门，连闯红灯还逆向行驶，想甩开警察。原警沿路狂追，按喇叭示警其他车辆，从大马路追到火车站附近小巷弄，趁机从后方撞倒机车。别跑啊！跑下！怕什么啊？来跑什么啊？你在干嘛？骑士跌倒后赶紧爬起来，立刻遭到原警一把抓住，一记过肩摔把人逮住。正男为毒品、妨碍公务等通缉要犯。这起案件发生在高雄桥头区，骑士原来是名多项案件的通缉犯，据拦查抛给警察追，果然在车内搜出多包毒品。逐项对正男自单举发，共25件，最高可处新台币91,500元。通缉犯居然查沿路狂飙，不管别人安全，交通违规重罚将近10万元，警方也将向上追查毒品来源。记者金宪忠、王淑红高雄报道。